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面包碎，欢迎来到我们的《安诺一百零零》第三集。在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已经玩了这个游戏一下下，所以和工厂和我们这边已经开始跑了。还有和接下来我会规划打买这个三个东西，还有我加了一些物资，就是那么多了。OK， 来，我们开始吧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搭一个肥皂工厂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两个建筑物。这个两个建筑需要50个人，所以我们要搭很多物资了。OK， 升级一个先，再来升级多一个，然后我们就搭多一点物资了。哦，还有就是，我布置了一下我们的工厂地区了，所以现在我们一个墙壁看起来像这个工业区的地方了。OK， 足够原料了，我们来建我们的武器工厂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建这个了啤酒。首先我们要这个啤酒花，可是嘛，我们的岛上面目前不可以种啤酒花，所以后我们要过来这个岛，比较大的岛，可是远一点点，还有这个岛比较小的，可是近一点点。所以接下来不懂要去哪一边好。如果以长远来算的话，其实这个大岛比较好的，然后很危险的和隔壁就是海岛了。所以后我们需要一些船有大炮了，可以保护我们的货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建很多武器了。现在，可是我也是可以做一样东西，就是我们开这个啤酒花，我们来买，最低20个，可以这样。哎，开一个新港口啊，现在需要8个钢，然后30个木，如果没有错的话。OK， 我们做够钢铁了，来，我们去我们的新岛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了，很靠近海盗的岛。接下来我们要解开这个工匠，可是目前我们需要那个啤酒先。果然我这个新的岛有点危险了，附近很多海盗。还转进来的话，我要放那个码头的地方。OK， 到了，就在这边。OK， 来我们先。OK， 市场，在这边。OK， 物质，哎呀，开始不够木了。OK， 我们建在码头的隔壁。就那么样先在这边。然后接下来 ，OK， 连线。OK， 好了，然后再连。OK， 到了。OK， 我们开始不够衣了，我们要多一点衣。再来建多一个。OK， 羊毛不够了，我们来建一个羊毛厂。OK， 来，接下来我们来建我们的啤酒花了。OK， 我们建在这边。OK， 好了。OK， 小型仓库在这边。OK， 来，接下来我们创造一个路线，从这个岛过来这个岛，就是你了，啤酒花。然后卸货在这边。OK， 就是你了。OK， 接受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学校了，学校我们放这边附近，所以我们拆掉这间四间屋子了。OK， 就在这边，然后放一排漂亮的树在后面。就是这样了。OK， 就是这个了，麦芽加工厂。我们放哪里呢？好像放这边会比较好，这样。我们放这边，然后我们放一个啤酒厂了在这边。要不要放进来这边呢？不要了，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污染，这样。OK， 放这边。所以我们听一下这个人，这个需要鱼了吗 ？OK， 需要，我们再开我们的钓鱼场。哦，来了，什么村庄 ？OK， 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口一些衣服过来我们这个新的村庄了。过后我们有第四等级的人民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这种了，我们直接可以移民了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把那些啤酒给他们，可是当然没有那么多，每次给他们五个钱，过后我们再看。还有衣服也是给他们五个 ，OK， 就那么样先。OK， 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再建多一个衣服厂。OK， 在这边，真是忙啊，这个地方好多马。当然，我们要升级一下我们的道路了。这个马路可以增加那种马跑的速度。所以基本上这个马路是给这种地方用了。城市人住的地方不重要。Oh no， 着火！出动，全部出动！我知道了，这个时候嘛哈，需要一个很漂亮的道路，就是为了这个时候了，火灾。所以我们等很多砖块的时候，我们全部升级一下。OK， 我们再建了一个啤酒花厂。OK， 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啤酒厂了，开始越来越多原料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建造了。OK， 我们建了一个谷物厂了，然后建了一个小仓库在哪里呢？我们建在那边，暂时放一个先。啤酒怎么样啊？啤酒出了一个了没有？好像没有。哦，好像可以升级了哦。来，升级第一间。Yes， 工匠来啦！终于有工匠了，我们。所以和接下来我们需要建玻璃了。哎呀，又来了，重新来过。哦，终于了，我们可以去探险这个大海，看有什么新的陆地。就是这个了。但是我们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船了，所以下一集。当然，首先我们来建一下我们的挖沙场在这边，然后来一条马路，木不用 ，OK， 放一个在这边。
然后放一个窗户制造在这边。OK OK， 来一个马路，就是这样啦。所以这个需要什么东西啊？不够钢铁，还有六个，差不多要六个。这些我们暂停先。所以在那之前，我们要升级一下他们啦。OK， 来升升升升。OK， 来够人啦。这个需要多少个人呢？100个，哇，那么多。我们需要升很多啦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建这个船了。我们够颜料，所以我们建。好啦，节目就录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多多按个赞、订阅好，按那个小铃铛哦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